做头发啊，头发的话就是我们搓一块团蜜团，然后搓完蜜团之后呢，然后我们这样搓，搓细根部的地方，我们要稍微细一点啊，看到它的根部这里啊，根部细一点啊，细一点，细一点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压扁它，这样压扁。压扁完了之后呢，然后我们用刀片刀背啊，刀背这里去压啊，这样一段一段压出来。然后有的时候很长的话，我们会用这个啊亚克力板，用亚克力板这样压啊也可以啊，中间压一刀，然后从上往下推啊，然后下面的是从下往上推啊，这样推出来。这个颜色有点发灰，有点偏灰的颜色啊，偏灰偏稍微有一点点的，一点什么，偏有一点点咖色这种。咖啡色啊，加了一点点黑色，就是我们一块白色的糖皮，加一点点咖啡色，加一点点黑色啊，基本上就可以了，就这个颜色啊，淡淡的啊。压痕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去给它压断，就是我们压出纹路就可以了啊，像这样的，压出这种纹路啊，压出纹路就可以了，不要去给它压断啊。这样，顺着一绺一绺一绺的这种纹路啊。然后我们需要去给它卷一下，做一个烫发啊，烫发。烫发的话，然后我们这样找一个稍微细一点的啊，比如说你细筷子啊，或者是细一点的这种棒棒啊，从这边啊卷过来啊，看一下，看到我这样吗？这样一个烫发啊。然后我开始做头发了啊，我们开始做头发。头发它的额头这个地方不够高啊，然后我们再加一块糖皮啊，垫一下啊，看一下它的。这里，头发这里打胶水，不要打太多一点就好了啊。对，画眼睛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，要画几遍，好几遍，因为还要扫色粉，扫完色粉然后再去用色素再画，所以它需要画好几遍才行。那这样，小尼姑，小尼姑也可以做。其实手的话可以最后做啊，我这个地方我一做头发刚刚碰了一下，容易碰断啊，因为它干掉，干掉一碰就断。
然后这边头发我们还要再继续啊，主要是它两边的头发，然后额头的头发，像头顶上这一块，后面的这块我们不做啊，我们只是做它的旁边顶额头顶端啊，这块的头发做豆绒皮、巧克力皮做装饰，巧克力有很多啊，现在巧克力装饰啊都可以做啊，豆绒的可以，还有那种奶绒的都是很多的。人偶放奶油蛋糕上面啊，最好是先打桩啊，打桩了之后固定好了啊，有支撑点了，然后你再把人偶放上去啊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塌了。对，翻床跨了之后就是黏糊糊的那种。然后刚刚没看头做头发的，看一下啊，头发这样压，压完了之后我们这样切成一条一条的，根部细，不是尖细，根部粗啊，尖儿要稍微细一点，根部粗一点。你可以先把奶油做好吗？奶油的蛋糕做好放冰箱，然后人偶做好放在外面，客人来拿的时候，然后把人偶插上去。然后再让客人带走，这样的话就没事了。你要是一起放冰箱里肯定不行的啊。人偶的话这些可以提前做嘛，像小卡通啊这些提前做好，提前做好了它也不会坏啊。做完了之后，然后客人有订单了之后我们就做订单，做完了之后然后再把小卡通直接粘接上，客人来拿之前啊，冰箱取出来，然后把小卡通啊或者是小东西啊，人偶啊这些插在这个奶油蛋糕上，然后客人再拿走。比较可爱一点的，这些我们基本差不多，应该侧面两边侧面应该就够了，够了，然后我们就再做上面。头发的话就是一直重复的做啊，其实它不难，就是比较复杂一点啊，一直重复的一个方法啊，因为它这个头发还需要去定型，所以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哈。反正今天我们把它做完了。因为拖的时间太长了不好，你们应该不会累吧？就是一根一根一根的这样去粘，六月份，对，六月份会有。然后这边我们再加一点，
头发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弯一下啊。女人也有什么？造一下。怎么做的看起来像你这么像的？女人脸啊，女人脸的话它也是有比例的，就是每个人物都是要有比例的啊。我上课都是分他的3.5眼给他讲。对，每个人物都会有不同的比例，像小孩的话有小孩的这种比例啊，男人有男人的啊，侍女有侍女的，年轻就是从几岁5岁到60几岁啊，这样都他每一个人物的表情都不一样啊，都会有所就是差距啊，细节的变化部位啊这些都不一样。像这个边缘的地方，这个头发我们可以让它卷一点啊。有个学生在对做头发做的特别好。然后我们开始做刘海了啊，做他的刘海儿，侧边看一下，差不多这个厚度应该可以了啊。然后我们再做他的刘海，再粘一粘。刘海部位的话，我们可以稍微短一点，不需要太长啊。然后这个的话可以用擀面杖这样擀一下，根部可以薄一点，根部可以稍微粗一点，尖儿的这个地方可以稍微薄一点啊，这样有一个弧度啊，看到后面得稍微厚，前面薄啊，这样一个形状了。垫子反过来更好用嘛？不是，我这个垫子用的时间久了，正面的地方它会掉那个黑色的东西，因为它是用黑色的那种油漆去打的那种图纹啊。所以它那个会掉，所以我就用背面。背面正面都可以啊，都能用，这无所谓的啊。这样我们从中间一点点往两边这样推啊，把它头发的这种纹路啊，一绺一绺的这种纹路推出来。多余的切掉。啊，看一下它的纹路啊，这种纹路。然后那片儿，我们稍微亮一下啊，然后我们再继续。然后中间压一刀啊，顺着它的边缘继续推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画它的纹路啊，它的纹路的话，可以这样切，这个有点软，先放一边，可以用这个啊。比一下它的长短啊，稍微打一点点的斜角啊，这样能看到吗？打一点斜角，打斜角之后呢，然后我们拿刀片前端的位置可以稍微划几道口，这样压两刀，可以看一下这样压啊，压几刀这种纹路啊，然后我们稍微有一点那种空气刘海的那种感觉啊，稍微我们要往里收，这样往里收进去啊，